比丘、比丘尼，这些个比丘僧和比丘尼，比丘有三个意思，就是啊，其事不磨破厄。比丘尼呢，也有这三个意思。怎么叫其事？就因为啊，比丘要到外边去托钵乞食啊。怎么叫不磨呢？因为比丘登比丘坛的时候受比丘戒，那时候有三施其正，三施其正合到一起，这叫啊十个人，十个比丘，十个比丘，这代表十方诸佛来给呀、啊、这个比新受戒的比丘受戒。受戒呀、啊、当时就问说，如是丈夫否？啊，受戒的这个新比丘说，是丈夫。说，如以发菩提心否？啊，我以发菩提心。你这一说以发菩提心，哦，那个天魔呀，六欲天上的天魔呀，得到这个消息了，得到这个消息，他就哦喝的斗一耳战呢，就战战兢兢，这还得了哇、哦、俺们又少了一个魔王眷属，佛释迦牟尼佛又多了一个佛的眷属，这不得了了，俺们将来是是怎么办呢？所以叫做恐惧起来，这叫不魔。又叫破厄，怎么破厄呢？人人呢都不知道自己有厄啊，也不知道自己呀、啊、要破厄。怎么叫破厄？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就生出真正的智慧来。所以啊，我在这个美国这儿新收了这三个沙弥，我就给他立了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宪法啊，专对付这个烦恼无明的。那么由这个宪法，这个不公平的法一立出来啊，我问了好多次，他说没有烦恼，没有天盆。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天盆？他说自己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觉得这个虽然法不公平，但是可非常的妙，妙也就在这个不公平这个地方。你要公平了，那就不妙了啊。这比丘尼也是有这三个意思，其树如恒沙呀，这个树木啊有恒河沙数那么多啊，被福加精进的。因为这比丘、比丘尼呀、啊，一看佛的灭度了，所以他们也就喝出命来都修行，啊，不要命那么修行，饿死就饿死了啊，所以也不睡觉，也不吃饭了，哦，一天到晚的修行，被福加精精进，这个被就是加倍了。啊，本来以前佛在世的时候，他们坐12个钟头啊，这回24个钟头啊，加上一倍，这么精进，以求无上道。他为什么呢？没有了依赖了啊，佛的走了，俺们再要不修行，那怎么可以呀、啊？所以就把懈怠也忘了，懒惰也没有了。只有一个精进了，以求无上道。是妙光法师奉持佛法藏80小戒中广宣法华经，是诸八王子妙光所开花，坚固无上道，当见无数佛，供养诸佛以
随顺行大道，相继得成佛，转次而受记，最后天中天，皓月燃灯佛。诸仙之导师度脱无量中，是妙光法师时有一弟子心称回懈怠，探照于名利，求名利无厌，多有足性家，气舍所习松，废妄不通理，一世因缘故，好之为求名，一行众善业，得见无数佛，供养与诸佛，随顺行大道，具留波罗蜜，今见师师子，其后当作佛，号名曰弥勒，广度诸众生，其数无有量。彼佛灭度后，懈怠者如是，妙光法师者今记我身世，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，一世至今佛欲说《法华经》，今相入本瑞，是诸佛方便。今佛放光明，诸法实相已，诸人今当知何长一心待，佛当于法语冲突求道者，诸求三乘人绕游一回者，佛当为初端令尽无有余。是妙光法师，是啊，这一位妙光法师奉持佛法藏啊，他顶戴奉持啊这佛的法宝，八十小节中，在这个八十个小节里边广选《法华经》啊，他用种种的方法来选说这个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是诸八王子等待这个日月灯明佛这八个儿子啊，啊，妙光所开化，他们呢都拜这个妙光法师啊做师父，这妙光法师啊来教化这八王子，坚固无上道，他们都发这个坚固心来求无上道，求这最高的佛道，当见无数佛，他们见着很多很多的佛，没有数量那么多的佛，供养诸佛一样，他见着多少佛就供养多少佛啊，随顺行大道，他呀供养这些个佛，随着啊就修行啊，而求这个佛道，相继得成佛。那么这八王子啊，四弟相继啊
要成佛了，转次而受记。那么不但成佛，哎，依照次序啊，给其他的佛受记，就是啊，这一个第一个佛给第二个佛受记，第二给第三，乃至到第八个，最后天中天，最后啊，这个这位佛号曰燃灯佛，天中天呢，佛为天中之天，圣中之圣，所以说最后天中天号曰燃灯佛，他的名字啊就叫燃灯佛，诸仙之导师啊，这是一切天人呢一个大导师，度脱无量众，他们呢啊，他也度脱不知多少这么多众生，是妙光法师。这个妙光法师啊，当时师有一弟子，他有一个徒弟，这个徒弟啊心肠怀懈怠啊，他的心呢不想着精进，一天到晚呢就想着懒惰，不是想着睡觉，再不就想去啊攀援，攀援回来就睡觉，睡完了觉又跑出去攀援啊，一天到晚呢常有足性驾，贪着于名利，他既贪的，既然贪名，而且又贪这个利啊，求名利无厌，他一天没有旁的事情，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啊，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令一般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呢啊，于是乎啊他就去各处自我宣传，见着人就说啊，我是某某啊，你知道吗，我最有修行啊啊，在出家人里头啊啊，我是啊一天到晚都修道的最用功了，我念经拜佛早前3点钟我就起身，晚间12点钟我都不睡觉啊，干什么呢，我就修道，除了参禅就是念佛，再不就是拜佛，总是自我介绍，自我呀卖广告，卖招牌呀，啊，登报纸说是啊，我怎么样修行，怎么样用功，这叫求名。求利呢，因为这个名啊和利两个是连着的，有名就会有利，有利也就会有名了，那各处自我宣传这么求名，怕人不知道他的名字，那么他名字人家一知道了啊，有的一些个盲眼的人呢，瞎眼的人就说啊，那个人呢，那个和尚是有修行啊，他不对我讲了，咱们大家去供养他去了，于是乎啊就大家供养，一供养这求名得名，求利也得利了，这求名利无厌，他为什么不厌呢，就因为啊他很顺利的就得到了，一求就得到了，所以呀、啊、但是啊得到他也不知足，得到也不知足，没有厌足的时候啊，这所谓怎么样子啊，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，不厌足，不厌足啊这个利多，不厌足啊他的这个名誉高，常有多有足性假，多啊
就是啊，一天回着去三次五次啊，头一次去画了500块钱回来，回来一想，哎，我到那画圆画的少了，再去，哎，我又想做某一种功德，你再出一言吧，这一回你出1000块啊，他也加一倍，加一倍，人家这个因为族姓家都是有钱的，怎么叫族姓呢？就是大户，嗯，这个家里人也多，所以呀，钱也很多，钱也很多。他去一化缘，看那和尚来化缘，就化多少就给多少，化500，他想1000，想1000回来算一算，啊，我说的都说少了，以后化他10000，他也会舍吗？也会布施吗？于是乎就又晚间又回去了。说我这个功德呀、已经做完了，我又有一种啊功德你应该做的，这个功德呀可真是大到极点了啊，我你只出10000块钱就圆满功德了啊。那么这个有钱的人一听圆满功德，又拿了10000块钱啊，所以他就很顺利成就他的这种的愿望了。那么这样子一来怎么样啊，就左一次去和人家要钱，右一次和人要钱啊，他这一生啊净挂着化缘了，所以这叫多有足信家。七舍所习诵啊，他因为啊净到外边去攀缘，所以啊自己问念哪一部经，哪一部经他也记不住啊，问他哪一部论你学过，他也记不住，哪一部律啊你学过，也是不知道。这叫弃舍所习诵。弃呀就是不要了，舍呀就舍到一边去，所习诵不，他什么也不学了，废妄不同理啊！啊，废就是把它放到一边了。这经典虽然有啊，他不看它，这叫废。因为他不看，所以就忘了，就不通理，就记不清楚了。一是因缘故啊，以这个因缘的缘故啊。号之为求名，所以呀、他这个名字呢就叫求名菩萨啊，专门求名。一心众善业呀，他呀虽然他是化缘呢，净去攀缘，但是他也做种种的好事，他化了呀，有的时候他又不自己呀留着这个钱，他又啊去做功德啊，因为他做功德的关系，所以啊一行众善业，他也做种种的善业，得见无数佛。因为他有种种的善的关系啊，他借花献佛，借人家的花来献给佛，但是他也有一点功德，有多少功德，供养于诸佛。他呀在诸佛的面前，他修种种的供养，随顺行大道。他呀也恒顺众生而求这个无上的大道，具六波罗蜜。因为他做种种的善业，所以呀六波罗蜜他也具足。六波罗蜜就是布施，他到外边去化缘化回来，他自己不留着，他又布施给人啊。持戒，持戒就修行概率，修的概率，他也忍辱，有人骂他，他也像没听见似的
能怎么样子呢？他胶皮脸，那个脸呢像胶皮似的，就像那个胶皮脸，胶皮懂吗？胶皮就是那个你那个车的那个车轮，车轮那个皮，那就叫胶皮。你看那个胶皮多厚啊，这胶皮脸，他那个脸呢像胶皮似的那么厚啊。谁骂他他也不管，谁打他他也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啊，能忍辱。他脸像胶皮那么样子，无论任何人对于他不客气，他也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似的。那么他的身体呀，就像要饭的一个花子那样的骑士，各处向人要饭去。这个要饭的花子，为什么出家人呢要托钵乞食，也就要仿照这个要饭的花子，没有我相啊，你谁对他怎么样不客气，他也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似的。他那个肚子像那个一个海似的，能可以长百船，在他肚里头可以百船的。他那个心呢，就是佛的心，非常慈悲。所以呀，他有几句偈颂，在去年呢暑假的时候已经讲过。他这个寄送怎么说的呢？他说老拙穿袄。老拙呀，就是我很愚痴的一个老人，穿的破衣服，穿袄。但饭府中饱，我吃的饭呢也不要油也不要盐啊，只把我肚里吃饱了就算了。他修忍辱恨啊，就这样子，他也能忍饥也能忍寒，也能忍热也能忍冻，所以呀、啊、他淡饭腹中饱，没有什么滋味吗？啊，他吃的也很香的，腹中饱，不破好遮寒，他的衣服破了他就补，把它补好了，说这样子就可以遮这个寒冷了。万事随缘了，什么事情来了就了了，来了随缘就了，来了就没有，来了就没有，这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呀，他说有人要骂我的话，老拙只说好啊，你骂得真好啊，你我真还要，我真是要谢谢你，你怎么这么会骂人呢？你骂的我怎么骂的这么妙呢？啊，你啊，骂的这么妙，我最欢喜听你这个骂人的声了。他能这个样子，啊，有人骂老拙，老拙是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他说有人打我，啊，老拙自睡倒。有人打我，他打我一下，我就是睡到地下了。你再打我睡着了，你打什么随便你打啊。老拙自睡倒，拖在我面上，你有人吐，用这个口水吐到我脸上啊，凭他自干了啊，我不用手来擦，叫他自己干到我面上，我也省力气，
我也不要费力气啊来擦这个脸，这个力气你也无烦恼，你吐在我脸上我连擦都不擦。当然你也就没有什么本领再来对付我了，因为我像一个木头人似的嘛，无知无识了，所以呀、我也省力气你也无烦恼。这样波罗蜜，他说这个忍辱波罗蜜呀、便是妙中宝，便是啊最妙的里边的一种宝贝。要知这消息呀、你要知道这种的消息呀、何愁到不了呢？怎么还不能了到的呢？所以弥勒菩萨，你别看他是求名、求利，可是啊，他也真苦干的，不怕苦横啊，修行啊，对苦横怎么样子呢？就是啊，越困难越要做，做人家所不能做的。人家所不愿意做的我来做，他来做啊。好像这弥勒菩萨他在任何的地方做什么工作呢？专做收拾厕所的工作，那个厕所最不洁净啊，他专去收拾厕所，偷偷的一早去到那厕所那个地方啊，把厕所收拾干干净净的，专做这个工作。再有啊，最辛苦这工作没有人做，没有人欢喜做，他来做啊，做也不怕辛苦，越做他越欢喜啊。所以你看看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大肚子那样子，就咧开大嘴总那么笑，他做工就是不怕辛苦啊，不是像我们打打字也觉得手也酸了啊，回头呀印那个纸也觉得太麻烦了啊。最初觉得啊这个做的很有兴趣的，做了两天半三天还不够呢，嘿，这个太麻烦了，太多工作了，谁叫你做来的啊？当初做不知道麻烦，做才